He likes liquor and cocaine. I like playing with his brain. Or maybe I'm just vain. I like looking at the stars. He likes playing with my heart. He knows just when to start. And I don't tell him to stop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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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i， 大家，我是 Vicky。今天呢，是我在隔离旅馆入住的大概第十天左右，所以想说和大家开箱一下我这次住的防疫旅馆。它是在中山站的丹迪旅店，大家可以去 Google 一下。那整体的旅店呢，跟它 Google 上面的照片几乎是没有什么差异的，甚至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干净，还要舒服。那我先简单带大家去 room tour 一下吧，走。整个房间呢，虽然就是一个不算大的套房，但是比我想象中大非常多。床前面的这个空间我觉得算很大了，你看我的行李箱摊开这一段距离完全是可以运动的，但是因为它是地毯嘛，所以我一些可能要坐在地上的运动我还是没有，就是一些开合跳啊等等的，这个地方是完全够用的，然后可以看电视运动这样子。再来是书桌的部分呢，我觉得非常的够用，它有个热水壶，然后还有附水，这个水是我已经请他补了第二批了，然后每天都要填写就是体温表，然后有个冰箱，然后跟一些茶水的就是附送的东西这样子。桌子的旁边呢，它还有一个椅子，那椅子当然就放一些杂物，所以我觉得整体来说这一排非常够放东西了。带大家看一下卫浴设备，还有一个浴缸，然后我几乎每天呢都在这边泡澡，它非常的干净。然后我有带自己的精油，所以我就会滴几滴，或者是敷面膜的时候就会把精华液溶在水里，然后就泡，非常的舒服。我觉得这是很赞的地方，因为它够干净。然后它有附干净的毛巾。接下来马桶是免治马桶，有温热就是椅垫的效果，我也非常喜欢。然后洗手槽的部分呢，它也附的其实蛮齐全的，就是因为你餐具都要自己洗嘛，所以它有附菜瓜布、洗碗巾，然后还有手洗巾，如果你要洗一些私人的衣物的话。然后牙刷它有附两个杯子，牙刷也是它附的，然后有肥皂，然后就是饭店会附的东西，牙膏、吹风机这样子。接下来就是床的部分啦，床的部分也非常的干净舒服，然后柔软，我这几天都睡得很沉，就是半夜起来偶尔上个厕所，但就是都睡得很沉，然后也还算蛮快入睡的，所以我觉得这几天整体来说我非常的喜欢。刚刚跟大家介绍完整个房间大致的配置之后呢，我想说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次旅店里面我觉得的优点跟缺点。优点呢，让我看一下小抄哈。优点呢，就是它很干净，就像它刚刚浴室的那种沟边啊等等都不会有一点点发霉的痕迹，而且它的水柱也算很强，所以我每一次洗澡都是非常享受的，去泡澡啊，然后去好好的就是保养自己这样子。再来就是他们的服务我也很喜欢，首先你会先加他们的 LINE， 然后他每天每天都会提醒你早餐送到了，午餐送到了，然后要记得量体温哦等等的，比如说有亲友要来送你一些物资啊等等的，它虽然会有时间的限制，可是它不会那么的严格。假设它十二点到一点可以帮你送上来，但是你的家人可能在一点半左右才抵达，它还是会帮你送上来，就是在他们能力许可之下。但以我住到现在来说，几乎我朋友家人送来没多久，他就会讯息我说，哎，就是你的东西已经到了，这点服务我也是加分。
再来就是我这次订的是有含三餐的，那他三餐给的就是大同小异啦，所以可能有些人会吃腻，我自己是还好，因为这间旅店我觉得他应该是有自己的那叫什么厨房吧，所以他的餐点都不是外卖叫进来的，可能都是他们中央厨房做的，所以餐点的变化没有到非常的大，但我自己是可以接受啦。虽然一开始有点快要腻了，可是我的家人朋友们那时候就一直送一些我喜欢的东西来，所以有帮我度过那一个阶段。那接下来呢，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带了哪些东西来隔离旅馆，然后我也非常推荐的。第一个是我的熏香机，因为当时我不知道这间隔离旅馆实际会长什么样子嘛，所以我真的很怕在一个密闭的我不喜欢的空间里，然后要度过这14天。所以如果有一个我喜欢的味道，有一个我安心的味道，我觉得整个房间会比较像是我的空间，所以我还是把这台熏香机跟几瓶我喜欢的精油一起带过来了。再来是咖啡豆跟那个手摇式的磨豆机，每天早上我都想要喝一杯咖啡，虽然说我不懂咖啡，我有带那个吉隆包的，就是韩国的那种吉隆包的咖啡我都有带来，因为我是想说至少一早我要是我喜欢的那个味道。有没有发现我其实很注重味道？对，就是这几个氛围我是觉得 我自己可以掌握的，所以我再怎么样我都要把它们带过来。然后我在我的 iPad 里下载了几本电子书，想说在这么无聊的时候可以看这样子。那我在隔离的前几天，我有跟我朋友许愿说我想要买成品的哪几本书，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就是这两本。那一个是因为我们开店嘛，所以想说可以了解一下。再来就是每个人一定都有拖延症的问题，我也觉得我自己有时候都会知道事情要做但没有做，然后心情就会很烦，所以我想说我想买一本书来好好的检视自己这样子。再来，因为不知道吃的怎么样嘛，所以为了保持身体健康，我带了低群，对，然后还有女性的综合维他命，再来是我一个一直都在吃的保健品，还有一个我姐姐的酵素，因为那时候也是怕吃太多关在里面不运动，所以我就把这个酵素带过来了。好，那以上呢就是我在这次防疫旅馆比较特别准备的东西，当然其他什么化妆品啊保养品啊一样都有准备，只是这些是我比较特别放到行李箱的。然后我一定要特别跟大家建议分享一下，就是我这次忘了带的东西，然后我也建议大家可以放进你的行李箱。第一个我觉得就是保温瓶，虽然它是没有热水壶，但是因为台湾现在天气很冷，所以那个水啊很容易就冷掉了，然后加上它的插座没有很多，所以我的插座其实是要留给我电脑的，那个水壶呢我的插头就要一直拔上拔下，所以如果热水壶可以把你的水保温住，我觉得会是蛮方便的。然后我觉得空间还够的话，其实可以带个延长线，因为在这边就像我刚才说的嘛，插座没有很多，我自己有电脑，我有 iPad， 我有手机，然后可能还要充电我的 GoPro， 然后还有热水器，所以我觉得如果有延长线的话会方便很多。再来是这间旅店呢，它没有附润发，它只有洗发精跟洗澡的，所以如果你很注重头发的话，记得润发要带。然后还有拖鞋，刚好我也很幸运，这间旅店附的拖鞋是很好穿的，不是那种纸的一穿就破的，所以如果你很在乎脚踏在那个饭店的地板上的话，其实我就是有点怕的那一个，记得要带一双你自己的拖鞋。还有呢就是转接头的部分，因为澳洲跟台湾的插座不一样嘛，所以我当时有准备了一个转接头，但是呢我到了饭店才发现它的那个接地线那一根我来不及拔掉，然后实际上这边的插座就是没有办法用就对了。那这边也要就是很开心他们的服务很好，我一讯息跟他们说问他们有没有转接头，他们立刻就帮我送上来，所以解决了我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就是我那个熏香机啦，它的插头一定要用澳洲。好了，我简单的分享就到这里。最后呢，我要再次的嘉许台湾的外送 app， 真的非常方便，这个在澳洲完全没办法比，真的会有一点使用上瘾的感觉。尤其是你可能在防疫旅馆吃腻了里面的餐点，你外送送来都非常的方便。那不止吃的，它有很多民生用品都可以帮你送过来，所以这一点我真的是
太喜欢了。哦，对，你要记得有台湾的信用卡哦，因为我当时就是有点卡在这个关卡，差点就不能订了。好，那接下来就去看我这14天的防疫生活吧。 Go！掉下去。